为什么会去抽烟呢？他不是还劝他姐姐不可以抽烟吗？ 他不是说很痛恨抽烟吗？ 有人逼他吗？ 他抽的那个烟到底是烟还是毒品？ 说没说到底谁逼他说什么很麻烦又什么一大堆事情的什么？他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有一个男的还有个女的，有个女的，但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没有让他跟他们那些联系，我觉得好像有时候他发那些东西可能也都是无聊的，所以我没有让他跟他们联系，也不知道。 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女的，我还当时逗他开玩笑，我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他说不是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我看过那个人的照片，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子瘦瘦的，长得那个叫什么 Adam 还叫 Adam 这些人交朋友呢？ 不是这些人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什么共同语言？不是，问题是最重要的是，他最后神神秘秘的搞了这么一大圈子，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他有没有讲？ 菲利巴。